羁绊，你是心理节奏先有，才能上升到宏观。直男，我在面对感情的时候，不能跟他说什么，没有那么果断。渣女，骗子，弱小但是勇敢。想这样内耗下去，辛苦的是你自己。就是两面性的呀，她嘴巴上说着是要做独立女性，但是面对诱惑还是忍不住的去接受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自己说。韩苏她做的所有的努力她都认为是我要向别人证明我可以。那关键呢，犯的是错，可她最后知道了。你就是标准的职业女性，命中注定了要享受工作。有的人就是觉得情感最重要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结果最值得的人生排序。你的情绪是可以被我们这个戏所调动的跌宕起伏。每个人看这部剧都会有不同的想法，细枝末节的差别。